喂喂喂！BBQ了，哎，在吃东西，好吃哦。什么？我带饭，好吃，还要拿饭吃哦。廖杰，他们叫你花钱啊？你出来打工，你以为是主管啊？快点啊！破碎到了。哎，专治不够啊！他们好像有特殊要求，可能村才有，要早起排队才吃得到。 第二个是隐身菜市场的菜坡炒哦，炒坡饼，记得一定要加萝卜丝。你查清楚是谁要这么多要求。这个要求蛮多的。可是你，那你帮我导航好吗？好。昨天有睡好吗？没有。太累了啦。阿内。超累。今天应该不会要排队吧？我就是说要早起排队才吃得到啊。 没事嘛，又不能再跳。那停正常发挥啊。真的有人？因为下雨还是有人在排队，夸张夸张哎。好多。对啊。你先来这里好了，来谁来谁啊？麻烦你再四个来。塞。 臭肉片14个加萝卜丝，那我的，你没想到那么早那么多人。那你那我们好吃。那你那我们好吃。哦，是我们的吗？应该是老板的。哦，原来臭肉片，臭，对啊，所以它长这样，加萝卜丝就是上面那个萝卜丝啦。很香很脆。 哇，难怪要排队排成这样，很好吃哎。那你推荐什么行程吗？你要，因为今天算下雨天，其实你想要玩水上，水上好像不太适合水上。刺激的行程。刺激的行程，我可以帮你们问一下，看今天沙滩车可不可以骑，或者是今天几点钟可以骑沙滩车？这么大一个，啊，我怎么弄？直接搁上面吗？等一下。 等一下，我抓住他，然后你把他砍下就可以。好，好，把他捏。手脚心，手脚心哦。来，再来。OK，两刀就可以。可以，好，先一串，先一串。走走走走，先一串，先一串。香蕉吗？不然这是你妈吗？香蕉啊！哦，放哪里啊？我买的吃的，早上新鲜的香蕉来了，各位。 真的累呢。对，还好了，你不知道他们两个，你还要一段还没回来啊？他们都吃早餐，他们去买早餐吗？不是，其实你现在回来没有用啊，因为已经开餐了。你回来也太晚了，不可能。我问一下吧，太夸张了吧？我台比他们早回来哦。喂喂喂哎，在吃东西，你在吃东西，你太夸张了吧？ 我要先办卤事看看好不好吃。啊，我之后再买嘛。不是，哎，阿纪啊，你在夸张，你看我还全彩香蕉，我彩香蕉都回来，我衣服。不是，我给你看一下，你这样子，你看我的餐盘全部出完了。这样怎么那个？刚才都出完了，你还在？我跟你讲，给你们看那个排队人潮，我没有在开玩笑了啦。你们看到佑廷，佑廷排了第三个，第四个。排队人潮，我看到了，但重点是排队人潮在对面，你怎么坐在？ 排队的对面在里面吃啊，在躲雨是不是？你们真的怎么都不会想哎，我过去挤在那有帮助吗？好好吃哦。什么？我们现在是要报名干嘛？不是好吃，我带饭，吃来了，饭吃哦。廖婷他们叫你花钱啊？好，来，你还吃什么？还吃？借刀杀人呢你？啊，卖菜卖菜卖。你出来打工，你以为是主管啊？快点啊！破碎到，破碎到喽！专治不挂掉了。